算了，旁边看我再放上一点点的作业和试卷，顺便让你好好的充实一下时间吧，这样就不会有多余的精力来干其他事了。啊，对对对。然后再放上几个私教和虚空佣兵，嘿嘿，有压力才有动力嘛，千万不用感谢我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下一步就要开始搭建厨房了，这边看我在角落的地方放上熔炉、篝火和石锅，然后箱子里面全部都放上海草、异味火腿肠、坏掉的饺子和其他食物。你别多想，这些食物热量不高，我主要是怕你再吃胖了。嘿嘿，接下来就要搭建活动娱乐的东西了。这边看我现在中间搭建一个超大的传送带，这样不出家门就能强身健体了。然后旁边再放上几张弹簧座椅，不仅能休息，还能体验飞天服务，想想简直不要太爽啊。怎么感觉还少了点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边看我在角落的位置放一整墙的咒言方块，玩家只要挖掘就会扣血，臭兔子不是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吗？这下好好的让他凿墙锻炼一下。最后屋顶的话，看我再用空气方块给封上。嘿嘿，这样到时候就算是兔妹妹插上翅膀也别想飞出来。怎么样，我这房子够安全吧？伙伴，你们说兔妹妹会喜欢吗？